精彩啊，你的变速球啊，球都在左大侧的这个外角的位置，最后是引诱了极端上回的一个出棒。金牛其实有非常利用到他的一个侧头的优势，所以他的二缝线其实用的也算是蛮多的。他主要的球路除了四缝线、二缝线，就像刚才有出现过的变速球，另外还有滑球，一个蛮算是蛮典型的一个低肩侧头的投手。几乎当然也都是以先发为主，才会拿到这个二军的这个胜投王。球出目前是两好球一坏球，这个球看看叶雷森怎么办？任天时并没有出棒，所以现阶段他当然在整个对右打的比较好的一个压制力的情形之下呢，面对冈本和真的这一个出局数是势必要拿下的，否则下一棒又是非常不好对付的左打龟井战型。现役球员实在也是非常有名的投手，所以在这个方面是最一箩筐的打入围。这球脱手而出，我这个滑球真滑，这已经算是电玩的轨迹了，这会要喷出去。所以我瞬间应该就没有抓好了，还好捕手这个反应说是还蛮快的。好球，两败球。哎呦，这一球。那金牛呢，在2016年是4胜5败，2017年是4胜4败，分别输在了大概都12、13场左右。去年是1胜1败。